来学一年级数学课本上册，把课本翻到第76页，我们来学不敬畏家法。谁要参加义卖会，这些围裙分给你们，一捆有10条围裙，这边还有2条围裙，所以10加2，10和2组成了10、11、12，所以是12。10位数一颗珠子代表10，个位数12加2，10加2等于12。我们来跟着算，20加4，20加4，二是10位数，零个位数，四是个位数，所以零个位数相加个位数，0加4等于4。10位数是2，所以20加4等于24。9加30，九是个位数，30，三是10位数，零是个位数，9跟0相加，9加0等于9。3，10位数，3，39。义卖会当天卖爱心果汁吧。好，我准备25个火龙果和4个西瓜。计算要准备的水果总数量，总数量是要相加的，25和4，25加4。这个是10位数，这个是个位数，20。这边1、2、3、4、5，25的5个位数。下面是4，4是个位数，所以个位数有9，10位数有20，可以写成20加9，也等于29，20加9等于29，25加4等于29。思考站，18减4，这是蓝卡，18加2，这是红卡。红卡比蓝卡的数目多多少？蓝卡18减4，18可分解为10和8，然后先用8来减4，然后再加10。8减4，8减了1、2、3、4，还剩下1、2、3、4，还剩下4，再加10，10加4等于14。红卡18加2，18加2，18可分解为10和8，用8和2相加，过后再加10，8加2等于10，8加2等于10，10加10等于20。红卡比蓝卡的数目多了6，为什么是6呢？从14开始数到20，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所以是多了6。30个杯子不够，要加20个杯子，全部用了多少个杯子？首先是30个杯子，然后要再加20个杯子，10个10个的加，加2次，加10等于40，再加10等于50，所以30加20等于50。20加70等于多少呢？我知道2加7等于9，那么20加70等于多少？20加70等于90。2加7是在10位数，所以9是放在10位数，个位数都是0，所以0加0也等于0。那么40加40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可以看到个位数还是一样，都是0，所以个位数是0。10位数有4和4，4加4等于多少？4加4等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8，所以40加40等于80。买爱心果汁，健康又行善。上午卖了41杯，下午卖了37杯，总共卖了多少杯果汁呢？这边是10位数，这边是个位数。10位数有1、2、3、4、40，这个是上午的。个位数有1、41，上午的。下午的有1、2、3，有30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37杯下午的，所以总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0位数有7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个位数有8，所以是78。我们也可以用直式来算，41加37，1和7对齐，4和3对齐，1加7等于8，
四加三等于七，我们写七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十位数，十位数写七十，然后这两个再相加，八拉下来，因为八加零等于八，七写下来七十八，四十一加三十七等于七十八。我来算一算，二十四加三十四，二十四加三十四，在个位数，我用指式的方法来算，在个位数对齐四和四，个位数四和四，十位数二和三，四加四等于八，四加四等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是八。再看二加三等于二加三等于五，所以放五十，相加八拉下来写五，所以是五十八。我知道答案大约是六十，所以是正确的。这个五十八很接近六十。义卖会成功，所得到的钱将捐给这些人：养老院十五人，孤儿院八十人。算一算得到帮助的总人数，我要算这些人数，所以首先是十五。算盘这边是十位数，这边是个位数，在十位数有一，在个位数有五，加八十，八十个位数是零，十位数是八，在十位数这边加八，上面推一个下来是五，下面推三个，五六七八，所以加了八十，总共是九十五。这边五六七八九十位数九，所以是九十，加一个个位数五，所以是九十五。十五加八十等于九十五。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检查答案呢？十五加八十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它分解出来，十五分解成十和五，十和八十相加，十加八十等于九十加五，所以是九十加五等于九十五。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